们有请本期新鲜助力嘉宾易烊千玺进行第一轮的选择。穆亚兰、斯达、美娜、冯清，来三二一，请回头。哇！易烊千玺的选择就是刘思达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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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而且思达还获得了额外的十分的加分，有请我们的大猫熊。谢谢。然后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千玺，为什么最终是思达的这本书打动了你，想要跟他交换你的书？因为很童年，然后都是小时候的回忆，就因为我们三个就是从小就出来了嘛，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到小时候我们小学玩的那些东西，然后就希望这本书带回去可以给楠楠，然后希望有楠楠有一个真正的好的童年，不去学那些这个才艺那个才艺，然后就真正的长大。对，再次的恭喜我们的思达，也谢谢我们其他的几位甜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